大夫呀，你帮你闺女看孩子呢啊？看孩子？那你告诉老铁呗，你这几个大外孙呢，哪个是老大呀？啊、哦，这是老大呀，哪个是老二啊？啊、哦，这是老二，那哪个是老三呢？啊、哦，那是老三呐、啊，那最后一个老四对吧？啊啊，对呀、啊，我大伙真聪明，这么聪明啊，有啥要求没？啊，来点小香肠对吗？啊，对呀、啊，好，妈妈给香肠吃啊。菲菲，你也出来吧，出来吃香肠。啊，到这里坐好，坐下。哎，等着啊，妈给吃香肠啊，来吃香肠。家人们啊，小香肠14.9一大包，950克，60根啊，鸡肉味和牛味的，两种口味，宝宝可爱吃了啊，猫也能吃，狗也能吃啊，哎，一个月以上的小毛孩都可以吃，软软乎乎的啊，还又含钙很高的香肠，宝宝可爱吃了啊。你别着急，你扒拉啥呀？等着，等着妈妈都给吃啊，都给吃。对是。